养猪兄弟们认真叨叨，这种养猪只能去管流浪的，管不住后裔的，他没有鱼没有肉做的。你们上路能抓吗？上路能抓吗？直接把刘邦抓了，直接把刘邦抓了，越了他，越了他，操作操作谁？把他越了，直接干扰，越干扰干扰干扰。对，把塔拆了，中路他要开大了，哎，小心他有透视啊，真的，这波得往后面靠一下，他要开大招了，我们不用皮，好吧？他经济你管不住的。他能秒我，伤好高啊，能秒吗？好吧。这都没事，一下，杀不了，杀不了，没办法，我们鱼，哎，鱼必须单带，我你不用带线的，你抱船，这刘邦能传的，大哥，你能回头反开吗？来，可以秒他，可以秒他，秒不了，太无敌了，他在蹲，他们在蹲塔，耶、yeah, ，透视啊哥，他有透视的，他可能有透，他们要一波了。能秒吗？能冲吗？能冲吗？最后现在倒了，后羿倒了，后羿倒了，就在我就在等这一波兄弟。他没有鱼，没有容错的，我跟他们运了这么久，就等这一波，不让他们赢了。别开了，我来了，不行就开，